欢迎来到胜利百分百。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非常非常开心在这里呢。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要感谢会员果汁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是的，也提醒所有收看节目的朋友呢，可以登录我们的腾讯微博跟我们实时互动。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马上请出大家都非常非常喜爱的几位明星嘉宾了。我们首先请谁？哦，我们第一组的嘉宾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特色。OK， 因为本身来讲呢，有一位女嘉宾是她非常的美丽，哇哦，很有气，而另外一位男嘉宾跟她走的是一个极端，是吗？而且她这个。一出场 啊，基本上我们五个人就没有讲话的机会。哦，有这么吗？天哪，特别期待他的到来啊！五嘴很多吗？啊，你等一下可以观察一下。好啊，好，一起来欢迎美丽的著名演员戴娇倩以及最红的大张伟。哎呀，不要管他，先把美女卸下来啊！大张伟，原花儿乐队灵魂人物，主唱、词曲作者，单曲代表作有《穷开心》《喜刷刷》，因爆笑励志的独特风格而被广泛传唱。戴娇倩，电视剧一姐的实力竞争者，2010年由她主演的开年大戏《钻石豪门》在各大卫视一路领跑，掀起收视狂潮。哇，欢迎两位，欢迎两位啊！为大家介绍啊，这个大张伟，他现在不光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歌手，同时呢，也是一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了。非常好，这一出场，我觉得我们真的，其实这天我也要说一下沈凌，沈凌来说，除了主持之外，现在也开始唱歌了啊，所以说这个在整个演艺界来说，非常常见的。然后所以说，没有，我觉得他怎么讲的特殊一点，就非常了不起，让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个。根本就不重要的竞争对手，就是这样的。喂，哎，您越来越混乱了。可是我的态度是很谦虚的，是因为要这个脚要伸进歌坛这个门，前辈必须要好好的尊敬。你知道，如果说你要谦虚的话，必须要怎么样吗？怎么样？必须要二，因为二呢，它是跪着的，你知道吧？因为它最谦虚，是这样。对对对。那我还是骄傲一点好了。是的，天哪，我就是特别好奇大张伟到底做的是什么节目，我一定要好好的去领教一下。不用来啊，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美丽的戴娇倩，掌声欢迎。为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娇倩还是一位非常节约的演员。为什么这么说呢？她在一部戏当中啊，为了帮导演节省开支，一人分饰两角。哈，对对对对，哦，钻石豪门当中，哎呦，哪两个角色？而且还妈跟女儿，妈跟女儿，哎呀，对，妈跟女儿还相遇呢。但是最厉害的在于，就是她爸爸没有认出来。没有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啊，没什么不一样，对，这点是最厉害的。其实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对手，因为我一个人演两个角色嘛。那像雪华姐、孙兴哥哥他们就一会儿是我爸，然后一会儿是我老公，你知道吗？ Okay. 他既是我的老公也是我的爸爸。哎，他们每天上戏之前，哎，请问今天我是你老公还是你爸呀？就看发型嘛。好的好的好的，那接下来还有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谁？沈凌。哦，这两位呢是型男帅哥，哦，可是类型好像也不一样。一位呢好像比较俊秀，是。另外一位呢是型男啊，你是歌坛的型男，出来了。型男，他们是影视界的型男。好，我们一起来欢迎两位大帅哥，天风张博。哇哦，两个奥特曼，咸蛋超人呐！有请二位，欢迎欢迎欢迎，张博。在热播电视剧《苍穹之昴》中刚刚脱下光绪皇帝的龙袍，新版《三国》中又配上了吴王孙权的宝剑，80后的他可谓最年轻的皇帝专业户。前锋，湖南卫视《天天向上》主持人，曾因被爆料在《天天兄弟》中遭到打压而新闻不断，在节目中以将冷笑话著称，娱乐江湖人称冷笑话王子。来，前锋，哎，冷笑话来一个。哎呦，说到冷笑话呢，最近听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请说。有一天早上，警察局接到一个报警电话，什么报警？说某大楼哦，地下一层是放着一盒炸弹。哎呦，情况然后警察就非常非常的着急，是派了一干人等来到这幢大楼里。哎，到了地下一层，看见一个非常大的红色盒子，打开一看，四个二和两个王。是炸弹大呀！够厉害！
对，环保环保环保。我的天哪，不光低碳还低温呢，我确实太厉害，一块低温，真的够冷啊，真的够冷。大张伟来一个，嗯，冷王。我现在已经不走冷的这，你走热的是吗？赶紧收下温吧，好冷。来，热的，热的，很简单，很简单，一个笑话嘛，这个很简单。来，这样吧，我呢，我跟金城武在一起啊，打一动物。哎呦，大张伟跟金城武在一起，打一动物。哎，对，他说对了，像，太像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像，这位朋友您哪儿的？哎呀，你这么懂他，那么请问多吗？哎，这个就是你我爸爸的那个人。哎，你好，幸会啊，你好。那么请问，大张伟和金城武在一起碰到了本人，再打一个动物。我知道，No， 好。不过酷也挺好笑的。不然正确答案是什么？那都得大象，大象。哎呦，所以说我们都得现场抓包袱，是不是这个感觉？来，谢谢您的主持人啊，是。OK， 谢谢。哎，我来，还有吗？我没有。你没有？来，没有。问大家，达芬奇的密码上面应该是什么？达芬奇的密码上边是，哎，王志和，那个赵祥坤。哦，什么东西？什么王志和？有猜出来的吗？达芬奇密码的上面，嗯，是什么？达芬奇密码的上面，我好像听过这个，你听过什么？不知道哎，就这样吗？前锋，这个问题太高深了。张博知道吗？张博不知道，不知道。吴炫呢？我文字都听过，我没问题。不知道，他不知道，不是什么？他的 OK 是什么？是达芬奇的账户密码。哦哟，刺骨的寒气贯穿全场，现场冷到几乎凝固。此时，不知身为冷笑话王子的前锋作何感想呢？我骗过一个，另外一个，好，哪个？这个啊，叮咚，谁啊？这是二道家了，叮咚。好的，说到冷笑话，大家真是没完没了啊！马上进入我们的游戏热身赛。飞得更高，考验嘉宾的肺活量和身体平衡力。嘉宾要在规定区域内将两根羽毛尽力吹向空中，在60秒内有一根羽毛保持不落地，即为挑战成功。热身小游戏，健康添活力。面对两根小小的羽毛，你能通过考验吗？一起来试试看吧。一分钟，计时开始。可能是皇上演的太多了，张博完全无视我们的比赛规则。虽然只是热身赛，拜托你要有点体育精神好不好？别忘了皇上犯规与庶民同罪哦。为大家公布一下刚刚我们张博的成绩，25秒，其实还不错啊，算是开了个来了个开门红。是啊，你知道张博为什么难吗？为什么？因为他是男的。冷笑话就突然翻过去了啊！接下来所有的冷笑话说出来之后，如果真的冷到大家，要好好道歉。好嘞，预备，起。Sorry。OK， 够了，就会这么多。OK， 接下来马上前锋要上场了，来了，加油，来加油，张博的精液。OK， 转着圈来。一分钟，开始。加油，不错，好，加油。哎，果然有鸵鸟本色哎。哦，你看那个头的那个角度，对，一直转着圈的。加油，加油。哇，前锋不错哎。哇，那他的腰部都可以骑上一个巨人。加油。加油！好，哇，太不环保了！哇，哎呀，快过来！好，小心！哎呀！保留一根，好，保留了，不要把它推出去。加油！好，哎呀，比较轻松了哈。哇，多长时间了？已经多长时间了？哎，已经推了有一个小时了，40秒了，不能帮帮他吗？还有二十秒，前锋，加油！你没有问题。注意啊，没问题，注意你的身边就是边界。
哎呦，行，那个点是相当优美。哎，小心啊，赶紧救回来。六、五、四、三、二、一，实现了！掌声恭喜一下田峰。那我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最后那个 pose 有点嘚瑟啊，是吧？你要不嘚瑟，那毛飞不出去。真的，真的，真的。而且我发现前方的腰子特别软，平时火爆腰花吃的多。好了，有完没完呢？好的，刚刚。刚刚我们这个前锋和张博这一组前锋挑战成功了，是不知道我们的大张伟和焦倩有没有压力、啊？然后确实是因为张博之跟谢霆锋两个人在一起呢，张博之、张博老师跟咱们霆锋老师、然后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女士优先的一个事情，女士优先。那如果我挑战输了也？没说你先来，我先来。好嘞，你别说，对，女士优先，没有没有，要不咱们这么着，还是让女孩先来吧，因为我看了压力特别大。张伟，张伟，我觉得就是碰到这种考验的时候，男孩子应该挺身而出的啊！就让焦倩先来吧，再来，可以吗？好好好，加油！来，加油！焦倩加油！计时开始。好，焦倩加油！好，加油！加油 ！OK， 好，转眼五秒钟已经过去了，焦倩开局还算不错，但是现在有点问题。回来，回来，回来！好的，哇，女孩一下边境飞去，好嘞，没错，没错，先好了，好嘞，往里面吹。加油！再来一个后空翻，好，好，加油，加油，加油，好，好的，好的，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二十秒上下，二十秒上下，好的，好，加油，加油，你为什么不能推进来呢？进不去了，进不去了，加油，进不去了，你要去哪儿啊？拦都拦不住啊！好的，您这左一下右一下的，就是不往回吹。好的好的，焦倩这回成绩是35秒，怎么样，感觉如何？我好怕裙子跑光啊。对对对对对对，其实焦倩自顾不暇来着，根本就照顾不到羽毛，而且我还得顾着这旁边的那个围栏，我又不能绕出去。对对对，着急的，真的是。有什么经验跟大张伟好好分享一下，他马上要上场。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吹得太往前了，我一开始太用力了就吹出去了，一脚都不回来了。我当时看到一个感觉，就是说要保持这个平衡，是吧？是吧？是是，对对，嗯，好嘞。所以你刚刚说的是保持平衡就可以了，来来来，保持平衡，大张伟加油，来来。本身我觉得我拿着两根毛，这么多人看我跟看斗鸡似的。来，斗鸡，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来，时刻准备着啊！哎呦，哎呦，一分钟计时。开始，如果观众可以吹到1分35秒，奖金有100万呢。咱们一块儿交出这个毛好不好？计时开始。但是我不愿意。来来来来，一块儿吹啊！一二三，大家传递，快快快快！搞什么？那那笨呀，那那笨呀，那那笨呀！大张伟表演穿墙术，为何落得人仰马翻？没有这样说的吧？你不能，哎，大老师职场歌坛这么多年，没这么狼狈啊！游戏玩到一半，又为何现场罢录？太丢人了！不许哭了，不录了，不录了。一分钟，计时开始。哎呦！哎。你平常大张伟平常挺粗线条的，这个戏活他玩的还挺好哎，他还边扭边吹，没错啊，他别跳起来哎，别绊着自己，他并不着，好嘞，他被一会儿扭起来了，我天哪，哎呦，啊啊啊，小心小心啊，快快快往回吹啊，往回吹，往回吸，往回吹，往回吸，哎。挑战已告失败，但大张伟仍在吹羽毛，这种百折不挠、坚持不懈、抢镜头的精神再次印证了一句话，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成功。张伟啊，你可以把这个羽毛吹到观众席，让观众席互相之间再传递。太好了，对，试一下看，你让大张伟吹过去，然后大家开始传递，我们看可以坚持多久，好不好？来试一下看，来来，我们一块交出这个毛好不好？计时开始，但是我不愿意。没事，来来来，一块吹啊！一二三，大家传递，快快快快！搞什么？那那笨呀、啊！
如果观众可以吹到1分35秒，奖金有100万呢。请问这个钱是你负责出吗？节目组啊。啊？所以说我们应该赢了吧？群众力量加上我们的力量。各位各位，刚刚啊，张朝伟，哎，就说句实话，因为你超出界限了，哎，那么在界限内大概是38秒左右，对不对？38秒左右，那我们应该赢了吧？当中能够获胜的就是前锋张博。当然这是热身赛，所以比分并不重要。是。哎，怎么能这样？热身赛我们也要全力以赴嘛，对大可适应，要有比赛精神。刚的热身赛大家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出色。离开天天兄弟，在北京台单飞的前锋让人眼前一亮哦。游戏热身赛环节只有他一人挑战成功，而接下来真正的风云对抗，他还能保持如此好运气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听兄弟。一击中地，考验嘉宾的反应力。两位嘉宾一组，轮流敲击感应器，停止大屏幕上滚动出现的光标，直到光标从左到右连成一线，计算挑战成功。瞬间反应决定成败，偶然中也会有必然，把握时机，当机立断，不要留遗憾给自己哦。首先要挑战的是大张伟带娇倩美女与野兽的组合，他们会创造奇迹吗？比赛开始。好，还不错，简直是天才。OK， 速度慢慢加快了。张伟，看看。啊，张伟这一击不好啊，成绩不高。你看一下。哦哦，太窄了，太窄了。窄了，慢慢慢。要宽一点。大，大，大。OK， 这个好，这个不错。要宽一点。速度越来越快了。哎呀，又窄了。窄更好，越来越快。哎，好，不错。大张伟是要宽更好啊，不是？好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应该漂亮。哎，这个难，这个很难了。哇，问剑女侠哦！而且你发现他们都平行的走，哇，节奏非常好。接下来是最快的两个，10:10。他是钢铁侠，我们怎么来的？这是铁做的。可惜我不好，关键时刻后面那个反应太慢了。功亏一篑啊！焦倩，你怎么向大张伟交代啊？没有，如果这是打手的话，我相信他是赢的。招人没有用，陪你来陪你。OK， 大张伟，大张伟怎么办呢？你看马上到手的一分你看就失掉了，没事儿。对不起对不起，让我跳个洗刷刷。我就是这风洗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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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刷好好好，谢谢。但是那个道具已经坏了，怎么办 ？OK， 道具坏了也没有办法。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前锋和张博，一击中地，比赛开始。漂亮，漂亮，帅气。张博，张博，小心。哇，差一格，差一格，还 OK， 还 OK。OK， 又差一格。记住啊，越来越窄了。加油加油，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好，差一格。Perfect，Perfect，Perfect。好。哎呀，这个被传授一下经验呢，好险。我们的小人是一格一格往下走啊。没错。好的，好，一会儿就到地下室了。对，加油。这个速度比较快。哇！关键一个了，关键一个了，关键一个。张博，你看我是谁？别分散注意。好，哇，不错。哇，这个好难的，这个难了，这个难了。不要再玩了，没有意义。哇！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这一个是绝杀。大老师，哎呀！你我下面，你。
哎，重点是结交线他们刚才也没有成功，不是还紧来落后的跑过来，所以到了最后都没有成功，这样的话就要加赛一局了，好，没有办法了，所以啊，刚刚这个前锋啊是最后一下，哎呦，多可惜，最关键的真的是是谁打的，而且前面的我前面的那种铺垫我们好像也没有做到位，对呀，最后就剩那么一小格，就那么一小格，对对，决定了胜负啊，张博你怎么好好向前锋交代一下，我天哪，不用交代，兄弟之间没有太多的话，你看看你看看不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到了没有话说的这地步了，对对，没话讲了，对，没什么可说的了，掰了啊，好嘞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要加赛一局了，加赛登场的是大张伟和焦健，这局有没有问题，我不敢说了，敢说敢说，肯定输，没事没事没事，我最后一棒给你，我反正我吃不准能不能给他， OK 可以吗， okay, 大张伟，就是我觉得特快的时候，你要把什么给我啊，最后一棒，最后一棒给我，好，太好了，了不起，好 OK， 接下来两位上场加油加油，我们到旁边来，只有一根棍子了，那就是我先变成了我先打你再打，好，开始 OK， 漂亮，小倩小倩打吧，啊，好啊，不错哦，哇哦，好像少了两个呀，要打得宽大不好，少一格，好，哇哦，又减半了，一下降好多，漂亮，又回来一些，稳住啊，好，快了，我给大家唱首歌吧，啊，不用唱歌啊，来啊。等等，哎，你回来，太丢人了，不许回来，不录了，不录了，回来，你丢这烂摊子给谁收拾？不要不要，不是，这都没发生，这都是假的，这都是你掰的那个，这都怪你要负责任啊，都怪你刚才耍宝，要不然的话就是你打中了，焦谦要叫你一定回来，你怎么话要先交代一下，焦谦我会负责任的，负什么责任呢？啊，刚刚是因为你输了这一局啊，怎么办？你唱首歌吧。啊，重开心吧，我特别爱听这首，来一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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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大家很少看见我唱一些抒情的歌曲，哎呦 OK， 今天我还唱首快歌，然后没有我来唱一个慢歌吧，然后就是爱上了这样的女人，很少人能听到，哎呦 OK 很好好，很少人能听到我唱这样的歌曲，哦，接下来是慢版抒情歌是吗，爱上了你这样的女人，每天都会让我伤魂，我会永远这样爱着你，不可能。嗨，谢谢各位啊！什么东西呀，啊？什么？你这是永远都不会正经下来？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说，因为我本身来说，老师您点一首歌吧。嗯，我喜欢穷开心啊。你喜欢穷开心，对不对？我每次特别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放这首歌。对呀，啊，太好了。好，那既然公牛不从命，能唱一遍啊？一二三四，小小的人儿啊，风筝飞起呀，啊，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小小的魂儿。我想问一下啊，穷开心的时候为什么要配合骚人是一样的，上下一点是不是，可以吗，可以啊，预备开始，上下一点儿啊，风吹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好，焦健没那么优雅了，疯够了，疯够了啊！话说回来，刚刚焦健和我们的大张伟这一局还是落败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前锋和张博还是有希望的，哎，好不好？这一回啊，不要同样的错误，加油啊，两位，加油！开始，哦耶，哇，没有浪费，哎呀，快了，哎，哎，好，来。哎呦，坐，比较扎实，不可能，不能再耍，哦，相当不错，渐入佳境了，这不是真的，哦，拍背，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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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好，好呀，漂亮啊，哎，那个小人都保持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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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他没有下楼，
好，好嘞，我们是乌鸦嘴，要不不下，一下两层。哇，这个好快，这有点难哦。啊不，不错不错不错啊！哎，这个还好，这个还好，对，这个这个还好，男的来了，男的了，后面是个女的，来一个，No！ 啊，哇，漂亮 ，Yeah！ 最后一下，张博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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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要功亏一篑啊，差一点点，差一点点，而且又是张博啊，哎，阿哥哥啊，你知道我们可以完成的吗？是可以完成啊，但是啊，别人会不开心。这样吧，双方同时进入下一轮，在一击中地的加赛局中，两组嘉宾打成平手，同时进入终极 PK 赛。接下来，昔日的搭档将会变成对手，争夺进入终极挑战的一个名额。其后获胜的两位将站在终极 PK 的擂台上，展开异常激烈的巅峰对决，争夺酷爽游戏王。马上进入我们的终极连天人。迎粘贴人考验嘉宾的协调控制力，嘉宾身穿粘贴服，经蹦床跳起，将身体尽力贴在游戏板上，与人形图案吻合度最高的获胜。终极挑战要求最高，速度与耐力、重心与平衡、伸缩与韵律都是协调性的考验指标。到底谁是传说中的蜘蛛侠呢？玩过游戏就知道。Yeah， 今天的游戏竞争异常激烈，是的，没错。你看，居然两组队伍同时都进入了最后一关啊！哈，是，对对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采取的是先分组淘汰，完了之后呢，优胜者的两名选手啊，可以进入到终极挑战。好，那最后我们要决出今晚的酷爽游戏王，是好不好？嗯，那先要上场的是哪一组呢？其实刚才来说，因为第一局人家赢了嘛，第二局平手，第三局如果我们再输的话，我们就该习惯了。不是，能不能说点讲志气的话，大张伟？我们就该去争取自个儿最好的权利了，是不是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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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娇姐，你对什么呀？你听懂了吗？我就是我蛮低调的。低调，你不能随着他，你们要有点斗志。对呀、啊，咱斗志来，咱们嚷嚷，咱们能不能赢？能不能赢？能。Sorry。我也会了，我就这一场就会这一首歌，也行啊。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分组淘汰要先从我们大张伟和戴小姐开始，好，好不好？那么这个先是谁来？张老师，您先来，我做示范。OK， 好，大张伟，好，加油了，加油，加油！欢迎大张伟来到我们赛道前。好了，大张伟要来了，哇，三二一，起跳，起跳，起跳！他真的是很有天分的，但是现在啊，大张伟暂时不能够下来啊，小倩上，啊，上，我们要对比，你就在上面待着啊，好，平时听不听话呀？加油，加油，小倩，啊，我能试一下吗？你要加油，大张伟已经吃不住了。焦倩要站在我身上是吧？是这个意思吗？他太好了，先来吧，先试一下，来，好，焦倩来，加油，在焦倩站在我的身上，来，谢谢你。上去之前你要先趴那儿，来吧，焦倩，来吧，焦倩，太好了，直接摔倒啊！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天不穿你就怕了。你把大家全都逗乐了，你知道吗？
这个红怎么了？怎么了？我是到那儿的时候，心里有点腿。那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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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啊 ！Sorry Sorry Sorry Sorry。哎，我们再次机会啊！我们在 Sorry Sorry 当中，大张伟还在那边。为大张伟着想，为大张伟着想，我们赶紧开始吧。是，来来来，小倩不要再摔倒了啊！我先，开始，给你力量，加油，你可以的。小倩啊，我，小倩啊，我，小倩啊，我，太好了，他的手，他的手，他的手。哇，可以吗？可以吗？大家给这个 pose 取个名字，来，赶紧取个名字。沈凌叫什么名字？哎，这个很低调啊。这个 pose 叫做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我觉得叫做孟姜女哭长城。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跪倒的图，它可能会完全吻合。最主要看一下我们大张伟的表情，好，一定要出来一个妈呀。OK， 所以在这一组的淘汰赛当中，优势非常的明显。那么恭喜大张伟，好好好 OK。哎，解救下来，先把胶片拔下来，我俩。来来来，马哥，我想问你一下，怎么了，大张伟？怎么了？我这辈子最顺的这个在这儿过了吗？我这辈子最顺的这个在这儿过了吗？哎，救一下大张伟了！你不是自己可以下来的吗？好难拔哎！他粘得特别紧，人仰马翻，非常标准。他简直是长在上面了，还有两只手，两只袜子你拿下来。OK OK。接着要挑战的是前锋张博，他们也会表现如何呢？张博后面为什么还有个太空帽？哎呦，好像小飞侠一般。哎呦，这一段这么三国来来了，说的很快，说的很快。这个姿势不用多说了，咱们还是让另一个来对比一下。对，让另一个来对比是吧？好好，先拍一会儿张博。好的，上场的前锋，前锋上面很舒服的。我跟你讲，加油！解放鸵鸟王子，加油！用鸵鸟的姿势跑过来，用鸵鸟的助跑跑过来。对，OK， 鸵鸟王子要出发了，三，加油！一，开始！哇！一目了然，一目了然。在这一轮获得优胜的是我们的前锋，恭喜！也要谢谢张博。好了，那么。马上进入终极 PK 了，大张伟，你做好准备没有啊？什么？终极 PK 的内容呢，跟之前会有所不同。终极粘贴人，考验嘉宾的协调控制力和弹跳力。嘉宾身穿粘贴服，经蹦床跳起，将身体尽力贴在游戏板上，跳得最高的即可获胜。终极挑战要求最高，速度与耐力、重心与平衡、深度与韵律都是协调性的考验指标。到底谁是传说中的蜘蛛侠呢？玩过游戏就知道。啊，我们下面有先上，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对啊，大张伟啊，您是主持人吗？您说谁先上？那就大张伟嘛。大张伟先上，大张伟，大张伟你先上，前锋你等着啊。好，大张伟加油，前锋好。三，二，一，开始。加油，鸵鸟王子加油！哇！哎，我送你一块千里之外，两米四五，两米四五。哎呀，前锋，前锋，哎，前锋，你想说点什么？此时此刻，作为一个鸵鸟王子，在这个上面，你想说点什么？我跟欧弟时间待得太长了。哦，跳不高了。但是为什么跟我们的刚子是跳的一样高的？你跟刘刚跳的一样高。对呀、啊，下来。哎，你们这个游戏是不是只有一次机会？对不对？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太好了嘛！哎呀，我知道，我总结了一下，总结一下，为什么不能够双脚起跳，双脚再弹？那应该怎样？这样会减轻很多高度。哦，好的，好的。对，这么仔细的前锋，如果不再给一次机会的话，天理不容。天理容，再来一个。天理容，天理容，天理容。你也是两次攻，好，我也两次，我不用，加油，你俩。好，给你两次机会，加油！亲友团在哪里啊？加油，加油，加油！前锋注意了，给你两次机会，我们取最低成绩。最高成绩，最高成绩，别吓他。好嘞，两次跳跃取最高成绩。第二次，三、二、一，开始！加油，前锋！哇，好，不错，进步！两米，两米六五，两米八，两米
啊，两米七了，两米七，有两米七，两米七，两米七，两米八，两米七左右了，两米七，两米七。大张伟，你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只有两米七，对对对。OK， 接下来我们先把前锋救下来啊。好的，我们算这一次的成绩，所以前锋的成绩就是两米七，两米七啊。嗯，好的，前锋那个交给受不了了。OK， 他这个观战。哎呀，不容易，不容易啊！加油。什么？到我了是吧？哎呀，太好了，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加油加油加油！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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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戴两副手套会比较好，粘力比较牢。啊，谢谢各位，哎呀，拿不下去了，手机链开了，来，老师，帮我试一下。哎呦，您不是？哎呦哎呦！谢谢 ，Thank you， 感谢你。所以说，男主外，女主内。我汤姐啊，大张伟，你这个环节如果不获胜的话，你对不住交界，我对不起你。好，先对不起了，不是，我对不住，多点谢谢，多点谢谢啊！来，我努力，三，加油，二，一，出发，好，欢呼，来，谢谢各位，啊，这样，谢谢各位啊，开始吧，好。有粉脸，这个棚上面有一个脸型，你是认识吗？快，姐姐鼻子还在吗？眼睛还在吗？你还正常吗？姐姐，哎，鼻子都红了，你们赢了，快流眼泪了没？分享一下，你们不懂，这个叫做幽默，姐姐，周姐，周姐，周姐。都得，不愧是一国的，俩人跳的高度基本都在一米六左右。不是，可哥，这可哥，这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刚刚鞋带松了，是在教谁给他系？这个叫做诙谐，这个叫幽默。来来来，小可哥，来见证一下。哎，虽然那个选手呢，刚才那个分数呢跳的不高，但是他还是有成绩的。大家看一下他这个脸型，脸型留在这里，是一米七，是他的最高点了。正经的瓜子脸，正经的瓜子脸，而且看见他，他今天打的粉底呢，主要是贴于脸的部位。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真正的选手是在真正的时刻能表现出真正成绩。是我呀，我跟你讲，前锋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成绩居然有获胜的可能。各位，接下来你要小看我吧。第二次机会，加油，加油。好的，加油，鼓掌吧，谢谢各位。麻布谷，来来来来来，谢谢各位。好，那么这一次是真的了啊。加油，前锋，来，准备去哭了啊，鼓励你，走，加油，加油。两米七，两米七 ，OK。现在呢，双方的最高成绩打成了一比一平，哎、都是两米七零，所以我们要加赛一局。来，哇！哎哎哎！哎，没有这样拖的吧？不对，哎，大老师驰骋歌坛这么多年，没这么狼狈啊！看衣服了，撕衣服！讨厌！经过双方激烈竞争，大张伟和前锋居然打成平手，成绩都是两米七，究竟谁会是今天最终的酷爽游戏王呢？更多精彩内容广告后马上回来。大张伟，你真的要注意安全，你看你的鼻头还是红的。没事没事没事，周健，我需要你的鼓励。鼓什么鼓励？来，不鼓励，来。我是这样，不是，朱古力的吃的。来来来，老师好。啊，怎么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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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从今天开始，今天就是我生日，好不好？来，谢谢你。好，那么大张伟，在你跳之前，我们有请我们马尾神兽炫当中的成员李承炫来为你好好的示范。周勇跳法应该是怎样？好好，承炫，欢迎承炫。跳得好的话是真的可以飞起来哈，真的这个是 啊其实抛的速度不用快，其实你跟我说话可以用韩国话，对，这可能能把你听不懂，我想穿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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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把麦放下。用一个手套，注意细节。对对对，用一个手套粘一下啊。哎，来来，给你这个。哎、好，好，你这头套可以摘吗？来，加油。OK。好、哦。啊！人血魔枪，程序员来帮忙。想要跳得更高，且看李老师动作分解。首先，助跑要轻盈，速度不用快。接着，起跳要大力，压得越低，弹得越高。最后，在粘贴板上也不要放弃，争取快速攀岩，实现完美两级跳。看看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高手？程序员要不要这么厉害呀、啊？漂亮！哇！帮我手套，帮我手套，我帮你拿，我帮你拿，大张伟，大哥要拿手套，哥，大哥，好，大哥不用这样的，你本身是大哥，并不用这样做，我上得去，真的可以吗？真的上得去，哎，确定吗，哥哥？不用勉强哦，我绝对上得去，但是今天不太想上，对吧？谁帮我拿下来？来来来来，谁来？哎呦，加油！来，眼镜，来真格的了，我马哥哥，马老师，不要吧。这一段呢，您要是没上去，我们就当没看见，好不好？什么？加油，加油！好，加油，加油！来了，可哥，马可波罗，来，在，看吧，二，波罗，出发！还有什么重？哎，怎么了？西边的东西来电话了，来电话了。来，三，马老师加油！二，三，开始！好，哇，好。差一点，李成炫，你把这手套拿下来吧，赶紧。成炫，成炫，成炫拿下来吧。成炫，哎，成炫够到顶，把外套脱掉。哎，你得，哎，你他，你不就是韩国的孙悟空吧？来来来来啊，开始啊，来，成炫加油，就看你的了。加油，成炫，成炫加油。这次你要上不去的话，就，哎，跑，跑，哇，哇。哇，够高了，很厉害了，嗯，再来，好，哎呀，哎呀，等一下，等一下，不是，这个当永久的纪念了，永久的纪念，我们就是玩玩就可以了。朋友们，朋友们，朋友们，我们何不建议让摄像大哥帮我们把那手套丢下来？对呀，这被简直的是搞，好像他离得比较近吧？不是，摄像大哥，摄像老师，他。好，谢谢。OK， 看到了啊。好，高江伟。好，如果动作正确的话，你是可以尽可能的跳高的。好，哇，好，加油。好，最后的决胜局，前锋做好准备。就一次机会了。好，最后一次机会。好的，三，二，一，高江伟加油！哇，好样的，不错，有超过。三比一，对不对？对对对，我们救他下来，救他下来，救他下来，3-1，真的是保持住了。那个手套也戴下来了。好，慢点啊！哦哟，好好，谢谢你，平安落地。按照节目规则，大壮伟，你还有一次机会。哎呦，我不玩了，这都拼了命了，发了发了。刚才成绩多少？陈林，3-1，3-1，还有什么对呀？真的啊，真还有一次，还是3-1够了是吗？够了，但是我可以挑战你，你还相信我是吗？对，相信。马哥还相信我的话，我就再挑战一次啊！好，加油，加油！有个目标的挑战值吗？啊，大张伟一次更比一次强啊！这次争取套3-3，我可是一个巨星啊！你说干这点事儿，来看着，来三，一夜之间长高那么多，开始，来，大张伟加油，加油，加油，哇！3-5，3-5，哇！比刚刚又高一点，我有，好，有超越，有超越，你看。哇，真的3-5，就是按照我们的节目规则，如果你有进步的话还有再一次机会。不要了不要了，我看大概差不多了。够了够了啊，是是是，倾尽全力，3-15，不错的成绩，掌声鼓励，谢谢各位啊。
表现场的前锋，前锋加油。加油。三二一出发，加油前锋，加油加油加油，欢迎你蓝大屠杀，欢迎你蓝大屠杀，三米二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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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快救他下来，三米二五，你可以下来吗？或者在上面待一会儿。OK， 那今晚的酷爽游戏王就是前锋。有请送上奖品。哇，谢谢。哎，前锋，这个是什么？这是个酷爽游戏王。酷爽游戏王。前锋生于1983年，籍贯上海，工作在湖南，热身赛。他是唯一挑战成功的嘉宾，对抗赛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大张伟游戏与幽默的终极双重 PK 中，前锋终于灿烂加冕，最终赢得酷爽游戏王。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嘉宾的精彩演出，特别是大张伟啊，是夺命演出，他的鼻头还是很红哎。没错，我们同样也要感谢会员果汁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另外，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呢，也可以登录我们新浪网的官方网站，查找更多的消息，也可以去优酷搜寻我们节目最精彩的视频。没错，没错，本周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啊！谢谢刁倩，谢谢大张伟，谢谢刁倩，恭喜前锋，恭喜前锋。哥哥哥哥哥，爱你们怎么想？